危险，定已开火。荒坂奈轩已经从现场疏散。我重复，荒坂奈轩已经疏散。到底他们怎么了？哎，你看我找到什么了？小影器现在最管用。当心，外面肯定全都是保安。明白，这边走。禅修室那边你查了吗？查了，一切正常。请注意，干部大帅已经赶紧撤离。警报，去天台的门口留在你的房间内，那就再查一遍，并服从工作人员的所有指示。
哈哈哈哈。